哎，来，时间到了，快开始了。你们坐好了没啊？好，都坐好了啊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倒数，5、4、3、2、1。 正在冲泡热巧克力的时候，玲玲拿了一个罐子来找我。这个可以喝吗？这是咖啡嘛，小朋友不能喝这个的。可是很香哎，喝一口就好了嘛，拜托啦。哎呀，玲玲乖啊，小朋友不能喝咖啡，这喝了以后啊，这个骨头会长不好，而且呢，睡不着觉。那为什么大人就可以喝呢？ 那因为大人这个骨头都已经长好了嘛，而且大人呢，不怕睡不着吗？哎呦，也不是啦，来来来，反正呢，小朋友不能喝这个咖啡的，来给我啊，哼，不公平啦。哎，没关系啊，我给你喝一个更好喝的东西。好啊，来，你看，我不要喝热巧克力。哎呀，这很好喝的。 来试试看。不要喝。没关系嘛，很好喝的，喝一点嘛。不要，我要出去玩了。玲玲，没关系，玲玲不喝，我自己喝。我还边喝还可以边看一个好玩的东西。年初最棒的成语，水果冰淇淋。 叫三声大笑，哈哈哈！如果多多。 如果我有一个遥控器，我可以选择自己想看的节目。如果我有一个遥控器，我可以让自己跑得很快很快。 怪兽，哎呦，美女狗，琪琪它是怪兽哎，你不可以亲它啦。对呀，美女狗，你要装作很害怕的样子来。美女狗，琪琪，玲玲来了哎。
我才不要喝热巧克力呢！哼！嘿嘿，去吓他，嗯。哼，讨厌！哇哇哇哇！哼，哼，好痛哦！嘿嘿嘿嘿，琪琪，玲玲根本就不怕你嘛！对呀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才不怕哥哥的怪兽嘞！嗯，不好玩。哎，正好啊，你们都在这边啊，问你们要不要来喝一点点热巧克力？啊，我不要喝。哎，我知道你不要喝，我问琪琪跟瓦露啊，你们要不要喝一点啊？嗯，啊，我等一下再喝好了，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玩宇宙大怪兽的游戏哦。宇宙大怪兽？哎，这个名字好像哪里听过啊？这个是礼拜天要上演的电影啊。奶奶，你带我们去看好不好？嗯。哦，我记得这个电影好像不太适合小朋友看嘛。嗯，带人家去。嗯。那我要先了解一下这个电影啊，适不适合小朋友看，好吧？好。啊，我要去了解一下这个电影，你们呢去听一个适合小朋友听的故事，《故事小兔》。故事小兔转圈圈，好听的故事在这边。小小阿库玛，金色太阳把亮晶晶的金粉洒在屋顶上、池塘上，还有阿库玛的身上。阿库玛，吃饭啦！今天要喝闪闪亮亮的金针汤。阿库玛出发找金针了，哪里才能找到亮晶晶的金针呢？找到了，在那里。哦哦，可是池塘里只有小金鱼。亮晶晶，亮晶晶，爱游泳的小阿金鱼。阿库玛继续往前走，有了，在那里。亮晶晶，晶晶亮，爱玩沙的黄奥金鼠。哇，好漂亮的地方哦！这里看起来像是……我要走的金针花田。没错，阿库玛总算找到了。香香甜甜的金针汤煮好了，阿库玛咕噜咕噜的喝了八大碗。嘿，好好喝！哦哦哦，要12岁以上的小朋友才能看那个宇宙大怪兽啊！啊啊，好，谢谢你哈，我知道了。再见，再见。嗯，为什么不能看？嗯，可能是因为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可怕呀、很吓人的东西，不适合小朋友看。可是我和瓦露又不会害怕。对呀。哎呦，乖嘛，等长大一点再看嘛啊。哦，又是长大一点。嗯。为什么长大一点才能喝咖啡？长大一点才能看电影呢？那是因为大人呢。哎，我们大人有责任保护小朋友吗？不对，是因为大人很爱规定小朋友。哦，不不不，这些规定都是为了保护小朋友的。哦，如果我们是大人，我们才不会这么做呢。对呀、我们会让大朋友和小朋友都会很开心，不会乱规定的。对呀、如果我们是大人就好了。你们想当大人？对呀、奶奶，你来当小孩，我们来当大人。你们真的要这样吗？嗯。好，我就来当小朋友，你们来当大人。耶！我来。那美人鱼叫我、那我先去看她，回来再变成小朋友啊。美人鱼。
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啊啾！不怕，我有卫生纸。啊啾！啊啾！啊啾！哦哦，毛球来啦！垃圾太多的时候，请找毛球来帮忙。哟吼，你在做什么？排队啊。排队做什么？说话。说什么话啊？说你想说的话呀。下一个。我爱三角冰淇淋。哇！我爱水果冰淇淋。这时候让神奇吸尘器来帮助你。神奇吸尘器帮你保护最宝贝的东西。宝贝，我也爱你。丢干了。水果冰淇淋。我这个新杯子要1000块哦！啊，一个杯子1000块会不会太贵了？没办法，因为这个杯子很特别哦，只要把东西装进去，就会变得很好吃哦。嗯，可能吗？是真的啦！我刚刚装了蜂蜜茶，结果喝起来好好喝，好甜蜜哦。嗯，蜂蜜茶本来就很好喝，很甜蜜啊。嗯，不信的话，我们一起来想象啊。如果我的杯子里面装了香香的牛奶，就会香香的，很好喝。如果我的杯子装了酸酸甜甜的果汁，就会酸酸甜甜的，很好喝。如果你的杯子里装了苦苦的苦瓜茶呢？嗯，就会苦苦的，很难喝。啊，所以东西好不好喝，跟我这1000块的杯子没有关系哦。只要你喜欢，有了好心情，喝什么都好喝咯。嗯，你说的对，真正重要的是要保持好心情。对，有了好心情就想要唱歌。那听歌。Oh,
一定要这样吗？嗯，要这样才像小孩哟。可是这样子会不会太小了？奶奶变成小 baby 了。嗨，你的肚子饿不饿呢？嗯，其实真的有一点哦。哦，那你等我，我去帮你准备好吃的东西。你谢谢玲玲阿姨啊。哦哦，时间到了。什么时间到了？我问瓦路的上班时间到啦。嗯，叔叔要走了，拜拜。嗯，要乖哦。嗯，不知道叔叔上什么班啊？去看看。哦，是超级无敌大怪兽，我的力气跟十只大象一样大。咦呀，哈哈，我的声音跟十只狮子一样大哦。哦，哇哦，嗯，还不够凶，你要再凶一点。哦，我看出来了，我看出来了。哦，原来瓦路叔叔你的工作就是导演。嗯，那琪琪叔叔的工作是演员。嗯。Hello， 小妹妹，想不想拍电影呢？小妹妹，小妹妹，那小妹妹可以演什么呢？哇，你可以演女主角哦。哇哇哇，好棒哦！哇，我要演女主角咯，那我会很忙哦。那你们也不要闲着，你们去帮我看看谁是今天的小勇士。猫。报告船长，发现地大兔。啊！把我的宝藏抢过来！放我出来！啊 ！Sorry。哇！小勇士，快来救我！救命！救命！哦，接下来三个关卡非常危险，你们要小心哦！赶快来救我！水手，两人一起登上小船，双手转动让小船前进，成功抵达彩虹岛的人，哟吼，过关。OK， 出发，转转转，转转转，哦，越转越快，转转转，哦，很有力气哦。耶，到达了，过关。彩虹岛历险，两人合作搬动积木，把那道路组合好之后，爬上彩虹山丘，拿到下一关需要的拼图缺片，耶呼，过关。换上积木，要注意哦，除了颜色要对，形状也要对哦。再换一个，很好，耶，然后是蓝色的积木。爬上山坡，拿到拼图，对这边。哦，耶，过关。Yeah! 第三关，登上海盗船，背好拼图缺片，攀登神梯上船，穿越独木桥，把拼图拼好就能救我出来，快来救我。哦耶，第三关。小勇士加油！哇哦，你爬得很快哦，一格一格的。嗯，登上海盗船，你的同伴呢？加油，稳住，踩稳了往上爬。哦，耶！加油，加油！好的，同伴也上来了，专心。走过独木桥，哇，你很小心哦，会不
哦，突然加速！哦，好的，换你，前面小心一点，小心哦。哦，好的，拿出冰桶，互相帮忙，好棒啊！放上去。 耶嘿嘿！呀哈哈！谢谢你，小勇士，乌拉拉，我来喽！哈！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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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救命啊！嘿嘿嘿嘿！哇！哇！可怕的大怪兽正慢慢的靠近小女孩，他想要一口吃掉小女孩。哇！好可怕！好可怕！不要吃我！导演，嗯，他一直哭，很可怜呢。嗯，那我们不要演那么可怕的好了啦。哇，好香的花哦！花园里的小公主摘了一朵花，这时候突然出现一只大怪兽。是谁偷了我的花？是我，因为这个花太漂亮了，所以我就。喜欢吗？那就通通送给你吧。真的，太棒了，谢谢你。好，耶，拍好了。嗯，这部电影叫做《大怪兽与小公主》。那这样，小朋友应该就不会怕了吧？一点都不怕了，谢谢你哦。我的肚子好饿哦。嗯，我也是哎。嗯，我已经有，嗯，好吧，那我们去看看玲玲阿姨为我们准备什么东西吃啊？糖果、爆米花、饼干，今天点心吃这些哦。嗯，对呀，我准备很久才准备好的耶。嗯，可是，我不想吃这些东西啦。不可以哦，快点吃光光。可是我也不想吃耶。我现在是大人哦，你没有乖乖听话才对哦。哪有这样的？奶奶。哦，玲玲，我记得你说啊，如果你变成大人的话啊，你会做出让我们小朋友和大人都喜欢的规定，对不对？对耶。现在大家都不想要吃这些，你好像应该要想别的哦。好吧，那我去想想别的。加油啊，玲玲阿姨！记得吗？今天一开始的时候，玲玲说她要喝咖啡，我说不行。啊，琪琪瓦路说要看怪兽电影，我也说不行。哦，他们就生气了。说要交换身份，我来当小朋友，他们来当大人。后来我们才发现，要做一个大人小朋友都喜欢的规定，还真不容易呢。饿了。奶奶，我好想吃炒饭。我要喝玉米汤。可是我是小朋友哎，是你们要照顾我。那你现在就变回大人啦。奶奶，拜托。这么快就变回来了？好吧。不过在我交换身份之前，我要先跟所有的大朋友、小朋友，想要赶快变成大人的朋友说什么呢？拜拜拜拜。水果，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一起说拜拜。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
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水果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一起说拜拜。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冰淇淋一起说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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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